到家没？抬头。回去啊，帮小娜回去拿户口，那让他们借过来呗。这个事比较复杂，明天细说。想去吗？你很想回去啊？今天对我来讲像是第二个故乡，上一次我们俩闹得不高兴，没带你到处去看看，想着这一次回去带你去看看雪原、日落、树林，还有过去的人。